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超能勇士》，表演者烧饼、曹鹤阳。给您换一场啊，特别高兴啊，是非常的荣幸，哎，来到咱们东莞演出，哎，第一次来啊，东莞是个好地儿啊，对，第一次来吗？东华天宝，人杰地灵啊，上有天堂，下有东莞，哎。这话都让你说明白了。哎呦，好地儿啊，太东莞啊，是东莞这个地儿是好啊。对，还有我呢，就是太晒了，晒了啊！今天早上去打球去了，早上起来打了一个高尔夫球，够脖子都晒伤了啊！但是东莞吃的不错，昨天晚上我们到了就喝粥去了，不错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人家花钱请相声，你进去说这个。讲一讲啊！刚才两位说的不错啊，一个叫安霄峰，哎，啊，一个叫刘晓彤，对对对，刘站在里边的那个呢，啊，是曹阳老师的徒弟，哎，对，是啊，说的非常不错，嗯，好，小朋友给送来的花篮，嗯，哎，好好好，放着放着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。哎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啊，今天过生日是吧？哎，小朋友，那个不是那个特别社死那种感觉吧？像所有的吗？哎哎，哎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宝贝儿，生日快乐就看这么个玩意儿。下回来就行了，别买花，对，你就直接让你妈把钱给叔叔就行了。这位叔叔我比较谢谢啊，真的是当吃这个啊，开心高兴，对，好地儿 啊，大家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剧场听相声的朋友们，有吗？有，还不少啊，哎，都把手撂下了 啊，这个真是遗憾，遗憾，为什么没有早来？哦，早来。这点钱早花出去了，目的性太强。哎，希望大家来德云社多听相声，对，开心，嗯，高兴，那当然啊。演员嘛，都有一个习惯，什么习惯？作为第一个节目嘛，上台来呢，做一个介绍啊，简单的自我介绍啊。先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。哦，先介绍我，我的搭档啊，耿迪强。哎，什么叫耿迪强？曹鹤阳，别骂街，这东西啊，容易，舞台上不能出现这个脏字儿，骂街就不行啊，舞台上不让说脏字儿，什么什么什么你娘，那天晚上有我们写就能写脏字儿吗？东莞站，这个人名字挺大呀，我叫个艺名吗？你叫什么？曹鹤阳，好，那儿的，我这初中毕业不认字儿，啊，这会儿你认识。叫这个，确实他这个名字不好介绍，一介绍容易那个起争执。对，原来说都是俩人骂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你仨，对对对，国粹嘛。对对对，还是你名好听，介绍你吧。骚名。有。就喜欢这有味儿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太好了！东莞的男人口味就是重。那个大哥也没吃过干的东西，这是真是这样，开个玩笑，是是是，说您都认识，啊，叫郭德纲是您吗？那是我的老恩师，别说啊，这是曹鹤阳老师，哎，对，各小组找个小学生，对，大家伙到我们这儿听相声高兴啊，演员也是这样，嗯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满足了自己的一些人生价值啊，得一步一步实现，哎，都是这样，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。都有小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里也问啊啊，我的师傅郭德纲先生也经常会问询我们几个孩子，问谁啊？问郭麒麟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郭老师怎么说的？哪个郭？小郭老师怎么说的？郭麒麟说：“我有梦想啊，什么梦想？我想继承德云社。哦，好，成为郭德纲的唯一继承人啊，唯一，唯一继承人啊。哦，郭麒麟的梦想破灭了。”对，现在有两个继承人，哎呀，没想到他爸一个不小心啊，又多生了一个继承人。
小的时候的梦想。哎，对，还得说说我老恩师，老当益壮，这爱夸啊。也问那个于谦老师啊，于老师啊，他儿子于思阳，哎，于云平啊，于云平先生啊。说那个云平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他呢？我的梦想就是继承德云社，成为郭德纲的唯一继承人。他不是于老师的儿子吗？哎呀，他俩的儿子说不清，说不清，说不清。啊，行了，人家什么呀？人家当然有梦想实现啊，比如。我有一个师哥啊，叫做岳云鹏，岳老师，哎，大屁股圆脸，别提了，经常的上春晚啊，对啊，小时候就问老师，就问他啊，说云鹏，哦，对，他是河南人，你有啥梦想啊？啊，什么梦想啊？我想上春晚。哦，小的时候就立志，我想给全国人民面烧鸡。行，实现了，倒是实现了。哎，啊，问孔云龙啊，我三哥呀，熟悉我们的观众知道啊，孔云龙啊，一辈子活得很坎坷。对，他身体比较结实，哎，放炮被崩啊，骑摩托车被撞，哎，对啊，前两天下楼啊，倒垃圾去把脚崴了，啊，这两天不又伤了吗？这是大微博来的，半夜出去吃夜宵，跟人发生口角啊，结果呢？跟人要打起来，是没想到碰见对方两个人呢，啊，是拳击手，跟运动员来的，哎，问他你有什么梦想吗？啊，孔云龙说我想活着，很好，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，对，梦想呢也并不是遥不可及啊，通过努力，但是也不一定会成功。但只是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而已啊！总结的倒是道理，有道理。曹老师，哎，聊到这儿了啊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嗨，我没有他们那么直接 啊，我就是看眼前，看眼前。眼前来说呢，你看有孩子了，结婚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一天天过得生活稳定，收入稳定就可以。完了，完了，包包呢？什么包？笑料呢？要什么笑料？是我多诚恳啊！人家刚才我举四个例子，全是包，我观众都乐了。你给人说这破玩意儿，谁花钱听这个呀？不是你不问我的，他们的人都退票了。哎，这我得说两句啊。退票随便，因为退票是不归捧哏演员管。退票都找逗哏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废话，你说这梦想半天一个包病啊，就弄个老台子热炕头，给人造这人设给谁看呀？不是我，你多闷骚谁不知道啊？我三岁就谋划小联盟了，不是我，你说呀，大哥，来俩吧，来俩吧，泡白的梦想，算了，先握紧门啊！要当一个烈士，记着谁的？我就坦诚的说，我怎么想？你说都这岁数，百分之四。哎呀，虽然说你已经埋到脚脖子了，你没必要。不是，你没别老把自己往死了逼。我要是说你嫌我幼稚，我没说嫌你脏，你说你。妇联这个，刺激啊，妇联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吗？要去街道上班。我上街道上班干嘛？妇联吗？找一帮老大爷、老大妈聊天，看看谁家有东西。哎呦，他家那小行行行，他家小行不孕不育，他哎不是他老爷子的事儿，是他媳妇儿给戴绿帽子。我有病，我台上闲话没穿够，我下台。是个电影，我只拿它抛砖引玉，就是说我的梦想就是那种人得你就绿巨人，你知不知道？谁不知道绿巨人？哎，绿巨人啊，一生气就弄到了，然后就浑身上下确绿确绿的。对，我知道，不就让那个蛤蟆射线给照来了吗？什么现在什么？蛤蟆射线，广东这边叫青蛙呀。那叫伽马射线，蛤蟆射线，伽马射线，蛤蟆，怎么会蛤蟆呢？没让蛤蟆射线照怎么那么绿呢？他不是，他真不是，是我也让他照过，
然以为我这肌肉是哪儿来的？你不自己练的？谁照出来的？就被那个射线照完。对，照我的是一只粉红活蛤蟆，粉色的蛤蟆还真不好找。哎，但是有点副作用。什么呀？照完了之后呢，后背容易起很多的小疙瘩，起痘。哎，对了，照你的是癞蛤蟆，对不对？照你的是癞蛤蟆。你先打的事，我就说这个就超级英雄啊，有个超能力跟正常人与众不同。你说这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拥有一项超能力？哎，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就超能力那事儿，问我呀，你行，我这不行，拿我找事儿，你不行，你是我是不行啊，咱们有朋友啊，你朋友行，也不行。我朋友是不行，我朋友的舅舅，他舅舅行，是个无神论者。拿我找事儿，我就说我不说，我看着多幼稚的。我朋友舅舅他媳妇儿是研究超能力的，不可能，就没有研究这玩意儿。我朋友的舅舅的媳妇儿，你直接说你朋友的舅妈好不好？不用说那么多名称，好不好？我朋友他妈呀！我朋友的舅舅他妈呀！我朋友的舅妈啊，对，是在中国非自然人类研究超能力门市部。您能再说一遍啊？就把刚才那一套再说一遍。中国非中国非自然人类研究超能力门市部。这个门市部听着就不像是一个政府单位。没说供销社就不错了。不是，这是个什么地儿？大隐隐于市，好多呀！中国这些个高精尖的这些个行业，不能一下子让我们外国人都知道，除了咱们学的啊，学的很了解。哦，行行行，那不是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帮助？你不想拥有超能力吗？啊，你找他呀，我就找他去那个什么中国什么门市部。对了对了，真的假的？听着也不像。比如说，让你拥有这项技能啊，你选择什么超能力？你说超能力啊？对，我得好好想想。隐身。你怎么知道啊？门市部调查啊，95%的男人都会选择隐身。哎呀，哎呦，英雄所见略同。哎呀，哎，那那5%呢？透视眼。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这5%的人不是你都能隐身了，你要能透视眼了，真是。您选择哪个？我来95%的。您加不加玻璃水啊？我加玻璃水干嘛？95%干嘛呀？我就得100%大。刚刚说不好意思，谁？这还不好意思？都到这儿了，这么多人来看着，还不好意思了？那我想隐身。大刚刚说。隐身，隐身，行吧，隐身。哎，你看，这比如说你拥有了隐身的超能力之后，真有你想干嘛？我早就想考了，我6岁的时候就想考了，3岁变小银行，6岁就想考了。我如果真的能隐身了，我就想回馈社会啊，服务大众，想当那个人体。表皮污垢清洁师，干嘛的？搓澡的呀！你不用隐身也能去搓澡。哎，你不懂，不隐身去的是男澡堂。那你隐了身之后，对，狗东西，臭男人，要点你的理，这是你让我不要脸让我说呗。搓澡去，还得去那去，不去那地儿上哪搓澡？你有没有正常点工作呀？现在满足不了这样，多心都疯了都。隐身我可以当狗仔，我当狗仔，我隐身我什么我打探不到，就不说别的。哎，我要是能隐身当个狗仔，有一说好几百演员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他们的隐私都暴露，我弄个给他们实锤，怎么样？好。你不用隐身啊！你现在上网上实锤，
他们也信。是吗？你是一个单位的呀，这有什么不信的？你把你硬盘里边东西放了呀。我硬盘挺好的。不是，那你要突然跟我说能隐身，我一想不到，先去做手术再说，先隐了再说，慢慢到那儿去了，从那儿走出一个小护士来，啊，护士，哎，戴着那么高的一个白帽子，护士戴一个大帽子，是护士还是厨子呀？这个戴多高就戴，人家护士帽就这么大啊，就这么大啊，那是面二啊，来，先生您好，您是叫什么名字？曹鹤阳，我曹永林。啊，对，您到我们这儿来选择隐身是吧？啊，都预约完了。对，您刚才说的好了。哎，您选择隐上半身啊，还是隐下半身啊？我选择隐下半身。我选择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，我尿你的时候，你不是告诉我？拿我找乐是不是？对，您在拿护士开玩笑吧？你废话，隐身有你一半啊。你尿谁脸上不行啊？对吧？你一半还不服你？你问清楚了再说。你说清楚了，你这人有嘴吃大小便呀？又不是我第一颗嘴的。不要再给人家实锤了。这个，你想好了再问我。我怕你老给实锤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啊，它还是有限。不成熟。哎，对了，就只能引一半，要不引上边了，要不引下边了啊，要不引左边，要不引右边。不是，非得只引一半啊？这是技术嘛？不是，那比方说，我要是想引上半身呢？啊，那简单，给您上半身打一针隐身针。哦，那我要引下半身，哎，下半身注射一针隐身针。那我要打你两针呢？都打上半身，我有病啊！我的意思，我听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上半身打一针，下半身打一针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全隐了？哎呦，曹老师啊，您攻克了我们的技术难题呀、啊！你们是傻子吗？啊，这个两针就搞定我们，没问题，马上给您安排。赶紧去吧。那个提前问你一下啊，您术前八个小时之内您进食了吗？我没进食了，出去想吃我先吃一口啊。不不不，能够别啊，就是肠道已经排干净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懂。就是跟您这么说吧啊，人能隐身啊，您吃进去的这些个东西隐不了身啊，这个合理啊。您说您到时候人隐身的透明吗？那胃里边汉堡、馒头片、薯条、改锥、扳子，哎，吃不了，我牙口没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电锯，你这玩意儿不行，我怎么吃进去的我？啊，就是人可以隐身，但是食物就在胃这儿飘着。哎，对，看得见，不好看。对了，我还没使呢，那我不会。那您肠道排干净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您要是没排干净的话，到前台我们那个护士站啊，领八瓶开塞露。就为帮助我排，哎，挤四瓶喝四瓶，太饿了。你放心，不用这么，我觉得你来啊，行了行，可以啊。然后那个问问您啊，您有那个支架吗？有什么？就是比如像您这个有假睫毛，我不用了。假牙？哎，没有。鼻子垫过吗？没有。这是打玻尿酸了吗？哎，我不用。胸是假的？什么？我说你到底要为什么？因为跟您说清楚了，隐身我们只能隐您生出来所有的器官，您生出来之后，比如说做个医美呀，垫个鼻子，隆个胸，这不行，这隐不了。那等会儿，你刚才说的，那比方说这个人如果是大病啊，为了生存，他心脏做了个支架呢，那得摘掉了。那如果心脏搭桥揪下来，我装个人工股骨头啊，掰折。就这么狠啊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说有大病的不能隐身啊。对，万幸我没大病，没事。结石有没有？肾结石排干净了。哦，没问题。我跟您说清楚了啊，前段时间我们这儿有一患者啊，做手术没跟我们说哦，在这个手术之前呢，做了一个肠道的手术，肠道智齿啊，智齿。哎，对了，那不影响，还没有拆线啊。人隐完身之后呢，在大街上溜达啊。就是有一个线头飘在空中，有一个老大爷手线解开了，哎，那位大叔鞋死了，
个意思了，这还好还好，我身体状态没有啊，没有大病，没有大病啊，没大病。那个有纹身吗？纹身又怎么了？哎，我跟您说了吗？您生出来的时候有什么全程隐身？您纹身属于后边愣加进去的，那不行。哦，颜料啊，还有胎记都行，胎记能隐身，能隐身。纹身不行，纹身不行。前段时间我们这有一个纹了一个满背，后边纹了一条大龙，哎呦，栩栩如生。你纹身之后走大街上，哎，就看着一条龙在天上飘着，哎，让人当风筝给放走了。这也太邪乎了，这个。哦，就是那老头拿那线儿上去放走。啊，就是，有纹身不行，有纹身吗？啊，您没纹身，我这道不，您这道不打了。在您面是吗？不在您面。在哪儿？我就在这儿纹了一个郭老师的头像。你把郭德纲纹前胸上了，就是俩眼睛这儿出现了。你够能想的呀！说怎么不是等着再过生日，我给他来个惊喜。你像屋里灯关完了，他准备吹蜡烛的时候，他一张嘴。这蜡烛对面那儿，我这一露肚皮，我跟他一对，这一吹，这肚子一堵，多好玩啊！再有一个，我说相声的，我纹一郭老头像，他不能保佑我。你捧哏演员，你纹逗哏的，保佑你谁呀、啊？你要纹，你得纹于谦老师啊！不，于老师头发太多，他纹的时候疼。这胆儿就别纹身，洗了洗了洗了，非得洗了，多新鲜啊！人隐身了，大街上飘一郭德纲脑袋，哪儿好看吧？行行，洗洗洗洗洗，为了隐身，为了梦想，洗洗吧，洗。哎，还有什么准备的？应该就没有了，基本差不多。基本上，那赶紧来，哎，给您打一针隐身针，隐身针。哎，从这儿开始，过了8个小时，药效一发作，哦，您就能隐身，我就成功了。哎，太隐完身之后您想干嘛？我搓澡去。我一手一个搓澡巾，啊！您是没注意听讲啊？怎么了？不告诉您了吗？人能隐身，您那搓澡巾隐身不了。半空中飘俩搓澡巾，这个早就报警了，有期徒刑8年。那我当狗仔去，我拍他。那相机跟半空中飘也不行啊，有期徒刑5年。不是，那你看我费这么大劲，我好不容易隐身了，我这不能不大，我除了随地大便，我什么都不能。你还不能上火，上火尿你还带色儿，又有水都喝，容易被人没收放工具。我跟你说，你想想这帮娘们儿，我什么都干。哎，谁说的呀？那好事也行啊，什么好事？老太太过马路，对不对？你这是好上，你们不帮人遛狗，您能动动脑子吗？怎么了？让我干什么？扶老太太过，帮人遛狗。先说扶老太太过马路，扶老太太过马路，一嚷一下呀，这都不走脑子。老太太走得好好的，突然俩胳膊噌就给点了，吓人不吓？这我扶老太太正走斑马线，突然一辆大卡车来了，老太太还能抢救一下，我连尸体都找不着。你想什么呢？找郭德纲脑袋呀！洗了洗了都洗了，扶老太太过马路，你帮人遛狗也不洗吧？遛狗怎么遛？来，你告诉我，就是狗在前面，然后就感觉那绳支起来了。哎，你可不说狗老了，我的。学狗学的也不行。你这主意都不怎么样，你这主意不隐身也能干。不是，关键是有问题，你不隐身。你没有工作呀，你隐完身之后，是不是？你让我想，我一时半会儿想不到我能干什么。边上有专门的这种特殊人才就业大厅，哦，能给安排吗？当然了。你说我跟你说吧，您把您的简历，您拥有的超能力交到前台，然后人家给你好牌，好好牌，拿着这个到这个就业大厅去蹲着。就业大厅，我蹲活儿去了。哎，边上都是啊，都是这个拥有超能力的人啊。哎，跟那儿您跟人客气，您好，新来的，我会隐身，跟您各位会什么呢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一会儿有一位夹着一包进来了，来，有一活儿，什么活儿？跟外星人打混蛋。啊，
我会飞的吗？来俩会飞的，嗖上去了。80一天啊，打掼蛋去，80一天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一会儿又加班又进来一个啊。哎，有一活什么呀？上地下，地下啊，地心里边啊，探索一下岩浆的温度啊，50一天，需要两个会遁地的。两回的地可都能下去，您等我吧。探索岩浆温度，遁地下去，命都快没了，50亿。一会儿又进来一个，哎，有一个配合打击犯罪的啊，160一天，160，要求一个会隐身的有吗？专业对手，我要不行，那我隐身去吗？160呢？你这是吧？可以，什么活儿？今儿配合打击犯罪的，一堆这个犯罪分子啊，隐秘在暗处。哦，你需要通过隐身潜入进去，窃取他们的情报。哦，把他们下一次的交易时间和地点告诉我们，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哎，我想想啊，又没有危险，160一天，专业还对口，还打击犯罪，就他了。这就是我量身定做的，能去吗？能去，走，好，上货拉拉，我上什么？货拉拉。没个穿车接我吗？有什么呀？武林红光。行行，低调，我懂这意思。低调，请你吃龙江金饺。好嘞，给您拉到机场。机场派了四个随行人员，还有助理。对了，好，拿四张机票，拿好，上飞机走。您等会儿，给我派了四个助理，嗯，5个人，怎么才发4张机票？你会隐身呀？那不行啊。面儿啊，咱得要面子，超级英雄还逃不掉我们。哎呦，飞机上面你不一定卖的嘛，你找个地儿挤的就行了。你别副驾驶。不是，你说咱别逃票啊，一张机票得多少钱？不是，我们经费有限，你有限也不能让我这么大英雄我就隐身上去了，逃票了，谁能看得见你啊？那也不行啊，这个凳子多尴尬，我出影我要不要面子？去不去？160一天是吧？那咱等会儿，来，我上厕所去。干嘛去啊？每天在这儿演，不用了。麻烦厕所，你等会儿。白穿我的风衣。东莞这天穿风衣。咱们是超英，咱得帅呀！哎呦，带风的。你这风衣就改风衣得了。风衣啊，中山装。再穿中山装。衬衫。红旗。束腰，大老爷们摔束腰，哎，注意形象，老肚子打勒着点儿，跨栏背心，束腰里边穿跨栏背心，这束腰上全都那铁钩，你穿一背心什么不见儿，夹的全是印儿，这都是什么穿束腰的诀窍啊？外裤啊。病了，丝袜上话，您这样护膝有老寒腿，超级英雄护带护膝出门，没说是这样内裤，内裤，哎，行，隐身完成，这个在哪儿呢？在这儿走，出发了，您呢？这儿对吧？出现了吗？好，这一下子我以为闹鬼了呢。这儿，你先说，出发了是吧？出发。在这个出发之前呢，我们需要在这个小程序上啊领取一下任务啊，领。您得人得实习。不是你刚才怎么说呀？你也没问我呀？问不问这不说一声啊？你就直接现身不就完了吗？不，我是光着的，我老现身啊。让你隐上半身，隐上半身吧。隐上身，隐上身好处吧？飞不听见，不是非得我亲自多新鲜呀！我们这官方假的，行，那走。小何带是吧？
应该呀、啊，你隐身的时候裸戴。那我还得取个身份证呗，我。这个任务这个刘警取成功了，哎，我们现在呢需要拍一张大合影。我们需要拍一张大合影，不重要。不，这个很重要。哪儿重要？哎，我们废话，万一任务要失败了，我们派飞机接您，我们得知道接谁呀、啊？照着照片接呀，万一接错了呢？我人脸识别说那就没照一照片，什么火都飞你哥俩那样的，能找着吗？这非得照。对，非得照。行，咱们俩穿戴齐整啊，必须穿好了，少一件衣服都接错了容易。您这个呢，您套上，不用害怕，一分搞定了。快点，我这里头光着呢，你快点。哎，好了，这个，哎，陶老师，您刚才眨眼了，不重要。飞机来接我时候，我闭着眼睛跟他们对一样啊。上了飞机，经过一天一宿飞行啊，您终于抵达了本次的目的地，到北极。哪儿啊？北极呀、啊。激动成这样吗？隐身啊，北极别喊，您这脸皮上没靠什么事儿啊？你也没问啊？你问了吗？没有。犯罪分子就藏在北极啊，把您接到我们的临时指挥部。哦，您啊，受累。向北80公里，那么远，就是犯罪分子的隐蔽地点啊！到里边告诉窃完这个情报，告诉我们交易时间和地点，您再返回来，好吧？行，我们就不送您了，自行前往，好不好？那你倒给我派个车呀？哎，不能有车，不能有车。雪呀、啊，白雪皑皑呀，车就是个小黑点，人一个火箭炮，咔一打去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？车是个小点儿的蛋，对，那就是我人也得全程隐身走，那多新鲜呀！您这衣服已经落在北京机场了。80公里就是我光着腚走了。你也可以捂着点。受累了吧？这个出发之前，咱这个大合影给我 P 成黑白的，就是你们早晚用不上，行不行？您就赶紧走，出发80公里。经过一天一宿的徒步，哎呦，终于到达了人家那个门口。就像门口啊，有两个犯罪分子啊，穿着貂皮大衣，跟那抽着烟啊，那鼻子头都冻红了。你让他看看我吧，我全身都冻红了。两人攀谈了40分钟，门缝里边一开开，哎，二位进来歇会儿，暖和暖和。哦，顺着门缝滋溜。钻进去，好机会啊！哎，就看这桌子上面有他们的机密文件，就在这儿，上面写着时间和地点。时间就在明天，地点就在赤道。不是这一冷一热，他们受得了？哎，他们身体好啊，这怎么办？背起来，背起来，赶紧传情报啊！背起来，赶紧往回跑。哎呦，我们临时指挥所，这边进去跟人谈。我知道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哎，交易地点就在赤道，时间就在昨天。明天？怎么会昨天呢？您80公里一天一宿，你说多冤，这多鸡肋，你说你给我派个车多好？没有车呀？你哪还有共享单车也行啊？你没有手机，早什么共享单车呀？也是，没手机，有手机不就早共享单车了吗？你有手机不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吗？你是冻傻了吗？这不怎么样，这是你挑的吗？你不行你可以换啊。还能换？那当然。那你给我听听，力大无穷行不行？力大无穷，哎，牛在您面上，对对不对？行。但是也有一点点副作用。什么副作用？就是力大无穷使用这项超能力的时候呢，说话夹子音。什么叫夹子音？比如说啊，犯罪分子先钻了一辆公交车，一车人的性命危在旦夕。是，这时候您出现了，轻轻的
把这车吐在手里边，放到地上，冲着车厢里的群众大声喊啊，朋友们快点躺下。哎呦，这个太羞耻了，这个换一个，换一个灵魂出窍，还有玄学。哎，但是副作用有什么呀？就是灵魂出去回不来。我把这闹鬼来了。飞行不行？飞可以啊。哎，也有点副作用。什么呀？就是飞到天上不停的窜稀。一边飞一边窜，太恶心了这个。哎，遁地术，遁地。哎，但也有点副作用。什么呀？就是遁地之后不能呼吸，活埋呀。不是，你这没有一个对我有帮助的，你这什么样儿？还得对你有帮助，可不。还有一个什么呀？你说相声对你有帮助，还跟说相声。对了，保证这项超能力你用完之后，你站在台上，大家伙就想笑。这么神吗？哎，哎呦那！哎，不行，那我得问清楚啊，你这个会不会在我说相声演出的时候夹的？不可能。不会啊，不会我说相声出去不能够，不会我无法呼吸，不能，不会我最重要，我不会一边说相声一边钻吸是吧？保护好您的肠胃，那就不怕。哎，但是也有一点小副作用，什么副作用？就你一说相声啊，就慌了。我确实。